卖个难话啦！恁今日去文件店头，迄个见证的人会签签嘞。阿廖啊，恁三人等下久久找一个所在，去替吴嘉璇办一个回归单身的 after party。After party 是一定要办的啦，啊，不过是要庆祝对付你这个坏查某。永春，你赶紧变鬼啦！好啊，妹，好啊。嫂，哥已经无记得你去浪费时间啦，算讲为着买卖搞搞看，你签名。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应该找我，还是爸讨论。啊，不过你拢无。我伫咧来路的，我就一直烦恼，讲你有啥物苦衷。啊，不过即摆已经无重要啊，因为阮哥实在让咱太失望啊。只是，你敢要跟想好要安怎面对麦麦？这也得讲，当然是戴永成啊。点点啦，无甲你讲话啊。永慈，你遐心肝无唔对，弟弟应该交你过来请用。嫂，你之前为着曼曼坚持这么久，这不可能是你的决定，是不是你小心伊威胁你，还是故意私底下逼你？你跟我讲，我替你主持公道。阿哥有。放弃买卖干活款的切结书。进来哦，我给家等你。嫂，你来到，你小心在跟你讲话，伊想在威胁你，你竟然跟我讲？无人威胁我，这是我的决定，你要相信我，嫂袂做戆代志。真正对你足失望。阿你就对了啦。奇怪，哪无水啊？哦，你鞋冲下啦 ！Oops， sorry。你妈的！你安怎？你来呀、啊！吴嘉璇，你都和宝娜跟小可蝶在乱，你结婚你还搞需要不干安尼啊？周永成，你小心是你娶来，你应该甲管得好。搁再讲，我即摆已经跟你无任何的关系啊，我无需要搁想着你这边。学创啥啦？我行出去以后，我愈想愈唔对，我哪会当放扫地人伫遮？我外头的时阵，我都看到一摊油菜，我特别关入来揽伫你的身躯顶，因为你这个哥哥就落菜嘞。卖伫外人的面头前，顶下心下情，下心下情的人是你。为着你即马出去嘛，是有人叽叽嘟嘟，你应该多谢我，甲你泡这油菜，让人认袂出你就是一对狗男女。你别为着你阿兄甲我拍心，我是你的阿兄，我敢袂当嫁你哟？你凭啥物嫁我？你连家己基本本分拢做袂好啊？你要嫁我啥？周永成，你应该彻底好好反省啊！你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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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身躯拢是忧惨，想要做哪，我去洗洗的啦。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，啊？嘉璇伊愿意签着放弃买卖干活款的切结书？我哪有可能啊？会当有啥物方法逼吴嘉璇来走啊？啊，你嘛知影，唔管我出啥物保守，吴嘉璇拢有法度来当化解啊。 感谢麦麦，你敢爱顶两条麦麦？你都已经把我再三交代啊，麦麦是你的命，啊，我上要紧的人是你。我把你的话放在心肝内啊。就算讲我对吴嘉璇搁看到万困，我嘛不可能去动着麦麦啊。你若是无出什么怪招，嘉璇免脑壳能照你的意思。你小心，麦麦。你放心啦，只要你搬出去。 麦麦主人就会回来这间厝啦，还是讲你当时要搬出去啊？你小心，你狗屁！你创啥啦？你小心，今日你犯起款倒，哪能嘛无需要遵守家己的约束？我即摆要带来找杨春甲伊讲，今日真是甲你偷囡仔。你若是安尼做，麦麦有可能永远无法度等在你的身躯边。你小心！ 你真正甲叮当买卖，你对伊做了啥物？你讲，你对伊做了啥物？你小心带弟弟去藏起来，然后逼我甲你离婚，佮逼我放弃囡仔的监护权。吴嘉璇，你嘛袂讲哦，我只是甲买卖带去另外一个所在，互伊寄送一个尔。啊！即马带我去找买卖。 你小心，你真正甲天照打嘞！你为着要危险加权，竟然将麦麦藏起来，好佳哉，今麦麦减查平安无代志，安那无嘞？你砸掉命你也无够赔。哎，永春，你先莫生气啦。啊，搁再那讲麦麦嘛是我的后生，我哪有可能伤害？ 拍掉剑嘛是一种伤害，你这查某是安怎？是头壳破去啊，是头壳底水啊？你要安怎怪我拢袂要紧啊！即摆上吊也是，吴嘉璇一定甲你离婚啊！伊即摆是外人，已经无法度给你摆面头前替你讲好话啊！我的代志无需要你管，我会当卖管，要毋过我真正替你感到足唔甘的。莫听讲遐有话无话啦，我不爱听啦。 啊，你唔是叫我去探听叶丽梅想法，甲你讲。你探听到啥物？叶丽梅甲我讲，伊探听到恁爸甲一个老朋友讲，讲要甲永保集团搞好真国好，要好好陪恁妈。永琪即摆家己个病院，甲吴嘉璇咧陪麦麦。 我会当伫遮陪你开保险箱，还是讲你敢知影密码？唔知，我是用阮爸的生意来试看卖。正成，刚才你转机的时阵，我改变什么？是讲陪转来看卖，啊，若无？ 代志就有影严重，你若只要动落，你就变作贼头，你千万唔通这么糊涂。我要离开，离开之前。
我要提着属于我的物件，然后退，归头开始。既然是安尼，安尼为即马开始，咱两个就断绝爸仔的关系。我接受，你有欺骗。我会交代落来，看安怎做，才能赶紧处理这件大事。小蛋子，你敢点伊？请问你讲话的资格？为了保佑你吃亏，你甲这几年，你感觉你公司你应该赚的，你拢甲写去。该当好你，我袂欠你。钱也摕去，俺大家就稳断遗传。阿哥，你也是继续要甲这倪小心高高点，安尼卖，我会带转来甲你娶。嘉璇，我会甲你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咧疼。啊，那你，你马上给我搬出去，公司，把不你的医药费，以后你甲阮周家完全无你两个关系。这张空白支票，算我给你一个清白，我让你变成贼头，我当作是我对我的太太，你当作是对你的妈妈，至少要钱交代。是咧创啥？爸即马倒来啊！我要人将伊一个人留伫办公室内底。你想要创啥？救阮爸！你救伊，一切都熬油去啊！你敢想清楚啊？周老爹接电话。
你死吧！啊！永才，你点后悔？爸，爸，是的，我唔对，爸，爸，你这个年纪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我唔对，爸，爸，是的，是我唔对，你这个年纪的，你还骗我做代志吧？最大人物，上界无，嘛是男子汉，小丈夫。